欢迎教 English 啊，谢谢谢谢我们志伟。好，来欢迎我们的贵宾，我们的 guest， welcome 我们的铁粉白白啊，我们的小丑，谢谢我们的田志作、钟耀阳老师、林锦祥啊，谢谢志伟您好啊，志伟明天呢，我奉神明指派要演歌仔戏哈，那。明天呢，我们约定呢晚上七点钟哦，七点钟，我现场会用 up 啊，你再帮我看看怎么样录起来，可以呢给大家看 Tony Chen 歌仔戏啊、哦，大概演两个半小时啊，七点大概到九点半啊、哦，我自己很喜欢看看我演的歌仔戏啊、哦，因为自己呢扮装以后呢神明附身，然后就在演了啊，自己演的怎么样？有机会也可以看一下自己演的哦，因为我真的，反正很多人说汤丽倩老师你怎么会演歌仔戏？我说神明选的，对不对？自然呢粉墨登场哦，神明附身啊就会了了哦，大概是这样。我自己没有看过，所以我也想自己看看呢哦。好，谢谢谢谢这边谢谢志伟啊、哦，谢谢啊、今天呢是10月23号 ，Today is October 23rd。2017 2017年呢、哦、哇，我从明天开始、哦、每天呢都有工作、哦、真的天天不打烊、哦、我先把我这个礼拜的行程让大家知道一下，明天的24号礼拜二都在彰化、哦、演歌仔戏，25号呢我要到台南科技大学、啊、我们台南科大的同学们、啊、我接受台南科技大学呢的邀请啊，有两场演讲，在礼拜三3:30到5:00要讲民主法治，从我做起。晚上7:00到9:00，无毒家园不是梦啊，要宣导呢反毒。26号呢，礼拜四，我人会在桃园啊，我会在桃园1:00到2:00啊，我到桃园市复健科诊所。要演讲人际关系面面观，这礼拜四。礼拜五呢我人会到基隆。基隆呢我们的这个南荣国中啊、我要讲生命教育1小时 1:50到2:50啊、这个是礼拜五。礼拜六呢我在园林。又接受神明征召，礼拜六也一整天歌仔戏、啊、所以我礼拜二到礼拜六明天开始呢、哦、哇，这个我的节目呢就比较没有办法正常了、哦、这个没有办法说一定哦，中午12:00或晚上8:00，因为我的行程在外面，要看我的行程、啊、不过呢喜爱汤炫老师直播节目的朋友、啊、你们呢可以呢这个加入 UP 啊、那追踪 Tony Chen TONYCHEN 啊、那是老师 UP 的房号，那追踪 Tony Chen 呢，他现在老师一开对不对 UP， 那你们就会知道哦，这是最好的方法，然后也可以加入 Tony Chen 老师的粉丝专页啦、哦、就是 FB 啊、或者是我的这个 Facebook 啊、老师呢有些活动会在 FB 或 Facebook 公开、哦、让你们知道。好，我是 Tony Chen， 来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别把疼你的人弄丢了，来我们听听看这首好听的歌。
间终不会停留，谁都不能回到从头，那些伤痛的过往终将变成记忆的锁，纷纷扰扰现实的世界里，一份真情有多难得，请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拥有。别把最疼爱你的人弄丢了，别再让那爱你的心受伤了，一定要记得他当初的选择，希望的是值得。别把最疼爱你的人弄丢了，别再让那爱你的心总受伤了，别让自己留下悔恨的以后也变成寂寞。这边要欢迎啊、我们呢这个啊、方家湖、房内恒、房文阳、陈怡君，谢谢你们进来啊、时间终不会停留，谁都不能回到从头，那些伤痛的过往终将变成记忆的锁，纷纷扰扰现实的世界里，一份真情有多难得，请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拥有。别把最疼爱你的人弄丢了，别再让那爱你的心受伤了，一定要记得他当初的选择，希望的是值得。别把最疼爱你的人弄丢了，别再让那爱你的心总受伤了，别让自己留下悔恨的以后，还能有什么能比这尘埃真实执着？别在一切无法挽回的时候你才懂了。别把最疼爱你的人弄丢了，别再让那爱你的心受伤了，一定要记得他当初的选择，希望的是值得。我别把最疼爱你的人弄丢了，别再让那爱你的心总受伤了，别让自己留下悔恨的以后也变成寂寞。哟，谢谢哇！大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哦，我们也在画面上看到三重正义宫，我们郭淑清老师啊、哦，郭老师您好，那个傅鼎旺哈、哦，这个啊、猪脚你两盒啊、哦，郭老师今天已经寄出了，你明天应该就会收到啊、哦、啊，这个猪脚收到的时候，你记得啊、哦，就是放在冷冻里面啊、哦，然后呢？这个收到再让我知道一下哈，好，谢谢我们郭淑清老师，谢谢你的送礼，也谢谢你进来哈，欢迎司马阿红，欢迎我们的 guest。 来，我们呢汤丽圈教英语呢，来，我们的课本是这一本哈，然后呢我们今天呢应该要来看呢 dialogue， 对不对？ dialogue 的话就是我们的对话啊、哦，来，我们看看第几页 dialogue 啊、昨天我们看的是片语嘛哈，那今天要来看 dialogue， 所以呢有课本的我们的同学来69页、哦、69页 page 69， 我们 unit 19、哦、我们要第19个单元 unit 19、哦、谢谢呆呆进来。我们 unit 是单元嘛、哦、unit 这个是单元 unit， 那19是19， unit 19， why don't you check it out？Why don't you check it out?、Oh, why? W-H-Y, why? Why 是问为什么、oh, 我们这个 W-H-Y, why 是为什么，当你呢要问人家为什么，你都用 why 开头、oh, W-H-Y， 譬如说 Why are you learning English? Why are you learning English?、Oh, 你为什么正在学英文呢？这也是个 why、
Why are you unhappy? Why are you unhappy? 你为什么不开心呢？啊，这个都可以。Why are you late? Why are you late? 啊，譬如说我们振华刚进来，我就可以问振华说：“振华 ，Why are you late? Why are you late? 你为什么迟到了呢？是不是？好，这个也是 why。Why don't you eat dinner?Why don't you eat dinner?、啊、你为什么没有吃晚餐呢、啊、所以我们英文问为什么、啊、都是 WHY、啊、这个疑问句疑问词就是 why。why 的话就是问原因、啊啊、大家都记得 WHY。Why don't you? 你为什么没有 check it out?、啊、check it out、啊、它是了解真相、啊、check it out。Why don't you check it out?、啊、你为什么没有了解真相、哦啊、我们 check out 呢，如果饭店的话退房也叫 check out、啊、是不是 check out、啊、也是一样的。然后这边呢 check out 呢是指呢查出或了解一下。Why don't you check it out?、啊、你为什么没有了解真相呢？ Dialogue 好，我们的 dialogue 叫对话，D-I-A-L-O-G-U-E， 我们叫 dialogue、啊、这是对话 dialogue OK。 Wendy and her sister are having a chat、啊、这里的话是现在进行式、啊、什么叫现在进行式呢、啊、正在做什么，我们用现在进行式、啊、这里呢有两位主角，一个叫 Wendy W-E-N-D-Y、啊、这是个女孩子的名字、啊、我们中文翻成温蒂。And her sister, 好，跟她的姐妹呢 ，are having a chat. 他们正有一个什么呢 ？chat， 哦 ，chat， 好 ，chat， 好 ，chat 的话呢，是指呢这一个啊、闲聊。哦，对，那个微信叫 WeChat。我要跟我们志伟说一下，志伟，志伟你好。哦哦，好，来，我跟志伟说一下。那个微信的英文对不对？就叫 WeChat、哦、所以的话再请志伟呢在跑马灯改一下、哦、志伟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呢，微信其实就是 WeChat， 它是我们来聊天，所以叫微信、哦、许志宏欢迎你回到台湾来，谢谢林彦志进来、哦、谢谢你。我们那个微信的英文其实就是 WeChat、哦W-E-V 那 C-H-A-T 叫 chat， 其实就是我们来聊天吧。好，你们知不知道微信是这样来的？有没有人知道、微信是 WeChat， 对，好，是 WeChat、哦、所以呢、麻烦志伟帮我改一下那个跑马灯那个英文、哦、把它改是 WeChat。 好，小仙女谢谢你的礼物，感谢你、哦、Wendy and her sister， 好， Wendy 跟她的姐妹呢Are having， 他们叫这个叫做现在进行式。Are having， 正有一个什么 chat，chat， 好 ，chat 其实它就是闲聊的意思，我们叫 chat，chat 啊 ，WeChat 啊，是 WeChat。Wendy 先说了 ，Wendy 怎么说 ？The manager had resigned. He bade us farewell yesterday. 好 ，the manager。M-A-M-A-G-E-R The manager、哦、来现在完成式 Had resigned 这个 resign 的话是辞职、哦、这个我的经理辞职了、哦、然后呢他昨天呢跟我们呢这个道别、哦、道别、哦、这个The manager had resigned. Z-I-N-Z-I-N-E-D. 我看一下 ，resigned 应该是 resigned， 局部发音 resigned。The manager M-A-N-A-G-E 啊 ，manager 是经理哈、哦、，has resigned， 已经辞职了 ，R-E-S-I-G-N 啊、哦。He bade us farewell yesterday 啊、哦。这个 farewell 本身的话呢是
这个告别。啊，我们常常有要讲说呢，这个惜别 party 啊，在国外呢，有时候我们会开一些惜别 party， 有没有？啊，惜别 party 英文怎么说啊？好，惜别 party。惜别 party 的话，我们叫 farewell party， 哦 ，farewell party 是惜别 party 了哦。OK， 这个 farewell 呢，它的一个啊、哦、farewell， 它呢 farewell 是惜别啊、哦、或告别。我们说 farewell party 啊、哦，就是惜别派对。The manager has resigned. He bade us farewell yesterday. 啊，我们的经理呢已经离职了。啊，他昨天跟我们来道别。啊，跟我们来道别。然后 Judy 说 ，Why did he resign? 啊 ，Why？ 为什么呢？那为什么他会辞职呢？啊 ，Why？ Why did he resign? R-E-S-I-G-N. Why did he resign? 啊 ，Why？他为什么要离职呢？我们这个过去式呢，用助动词 did。Why did he resign？ 他为什么要辞职呢？啊，然后 Wendy 说什么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呢，也可以讲 I have no idea。I have no idea 也是我不知道的意思了啊。这边讲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Judy 说 How come？ Why don't you check it out？With his secretary， 好 ，How come？ 怎么会这样子呢 ？How come？ 怎么会这样子呢 ？Why？ 好，又问为什么 ？Why？ 啊、oh, ，Why？ 啊、oh, ，应该是 I have no idea 呢 ，Elvin， 你刚好写倒反了，啊、oh, ，你把它改一下好不好 ？I have no idea， 不是 I don't have， 要 I have no， 因为 no 后面要加名词。爱后面要跟着动词、哦、我没有主意是 I have no idea， 好，再把它改一下，改正确的。How come？、哦、怎么会这样子呢 ？How come？Why don't you？、哦、你为什么不要呢？哦、这个哎不对、啊，这个也不对 ，Elvin Chen 这句也不对呢、哦、I have no idea。如果你要把它疑问句是 Don't I？Have no idea. Don't I have no idea?、哦、会变成这样子、哦、所以的话肯定句跟疑问句都不对了，你打的都不对的、哦、对不起、How come? Why don't you check it out?、哦、他说怎么会这样子呢？你为什么呢、啊、没有查明真相呢？来跟谁查？我们接下来用 with W-I-T-H withwith， 这是一个介系词，跟什么、啊、with， 跟谁查呢？怎么没有跟他的 secretary？ 好 ，secretary， 什么叫 secretary 呢？好 ，secretary，s e c r e t a r y，secretary 啊 ，secretary， 好，我们在这个公司呢，啊，董事长旁边都会有 secretary。S-E-C-R-E-T-A-R-Y Secretary、哦、不是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是安全，安全 Security 它是名词、哦、Security 安全 OK、哦、也可以当了安全人员 Security I'm going to call the Security、哦、安全。那我讲的秘书叫 Secretary S-E-C R-E-T-A-R-Y Secretary OK So What should you do to be a secretary? What should you do to be a good secretary?、啊、你自己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要当一个好的 secretary 你要做什么事呢？What should you do to be a good secretary?要当好的秘书要做什么事呢 ？What should you do to be a good secretary? OK, S-E-C-R-E-T-A-R-Y, secretary 是秘书。A secretary should type.
speak English, right? To be a good interpreter. And what else? Okay. To entertain, not the boss. 还要娱乐 entertain, 那个老板。我刚才讲的这个好的秘书要怎么样？can type. Type 是 T-Y-P-E。你们认为呢 ？Type 啊、哦，好的秘书要会打字嘛，应该没错吧 ？T-Y-P-E 哦 ，Can write an English letter. Can write an English letter， 要会写英文书信啊。Can be an interpreter. Can be an interpreter 啊、哦，也可以当呢这个口译人员啊、哦，秘书要帮忙翻译 interpreter 啊、哦，那是口译人员。INTERPRETER INTERPRETER interpreter 啊，口译人员啊。And entertain the boss 啊 ，entertain the boss， entertain， entertain 就是娱乐啦，使开心叫 entertain 啊，这是个动词 ，entertain， ENTERTAIN 叫 entertain， and entertain the boss 啊，还要呢这个娱乐这个老板，让老板开心就对了。Entertain the boss， 哇 ，it's a big job， it's a big job 啊，这真的是还是一个大工作大工程啊。所以 it's not easy to be a good secretary， 是不是可以这样讲 ？It's not easy 啊 ，it's not easy 就不简单哦 ，to be a good secretary。啊、要当一个好的秘书真的不简单。It's not easy to be a good secretary.、啊、那这里说 ,How come? Why don't you check it out with his secretary? 那在这里 his 这个字 ,H-I-S, 我们来看 his。His 的话这是男生的他的。啊、我们呢在英文里面这个字叫所有代名、啊、所有格啦，它叫所有格。那英文有一个观念，所有格后面加什么？同学们，所有格后面要加什么？所有格后面加的是名词、哦、来，我们来看所有的所有格。我的 ，my， my my， 好，我的书 ，my book， 我的麦克风 ，my microphone， 好，这是我的叫 my， my my。你的呢 ？your， 这也是所有格 ，y o u r your。好，你的，比如说你的朋友，哦，这个 your friend， 我们的 my 呢是 my 才是所有格 ，Elvin， 你这个 mine 这个 my 呢，这个叫所有代名词，它不是在所有格，它是所有代名词，所有格后面加名词，对不对？等于所有代名词，而是这样子啊、哦。那男生呢，他的叫 his，H-I-S， 啊 ，his girlfriend， 啊 ，his car。His house， 男生的他的，女生的她的叫 her， H E R her， her boyfriend， 啊 ，her money， 对不对？她的男朋友 ，her boyfriend， her money， 她的钱。那再来呢？动物的它叫 its， 啊 ，its， its 的话是 I T 再一个 S， 叫 its， 啊，它的 ，its eyes are big。他的眼睛是大的 ，its eyes are big、哦。我用 its 呢，那就指呢动物。哦、再来是啊、我们的，我们叫 our。Tony Chen is our teacher。Tony Chen is our teacher。Tony Chen 呢是我们的老师、哦、那个我们的用 our，o u r。你们的用 your，y o u r，your。These are your books. These are your books. 好 ，these， 好 ，these， 好，这些是你们的书。好，所以我 book 加个 s。These are your books. 在他们的叫 layer， T H E I R layer。He is their father， 可以吗？他是他们的爸爸。She is their mother。好，他是他们的妈妈。好，所以我刚才讲的呢。就叫所有格、哦、我的
my 你的 your， 男生的他的 his， 女生的他的 her， 动物的他的 its， 我们的 our， 你们的 your， 他们的 their 啊，这个都叫所有格。然后同学们，所有格后面加什么？所有格后面加的是名词啊，有这个概念啊，所有格后面加名词。How come? Why don't you check it out with his secretary? 哎呀，怎么这样子呢？你为什么没有跟他的秘书呢来了解真相呢？ Wendy 怎么说？ I don't think she will tell me. I don't think she will tell me. 好， I don't think， 我不认为怎么样。那个 think 是想， think 好，那讲 I don't think， 就我不认为这样子，我没有想，我不认为这样子。那个 think， T-H-I-N-K 是现在式，叫 think， 好 think， 然后过去式呢，thought， 过去分词是 thought，T-H-O-U-G-H-T， think， thought， thought， 好，汤学老师也讲过有没有哈？这个我们的英文的动词都有动词三态，好，原形动词。过去式、过去分词，啊，所以 think, thought, thought。这里 I don't think， 我不认为 I don't think。She will tell me， 啊，她将会告诉我。啊，这个 tell 是告诉嘛，告诉。那告诉的话呢，它也是个动词，同样它有动词三态。好，告诉的动词三态是怎么样呢？知道吗 ？Tell。Told，T-L-L 叫 tell，T-O-L-D，told，T-O-L-D，told， 好，就叫 tell，told，told 啊，就是告诉。那个 told 有很像一个字，很好玩哦，很像那个蟾蜍啊。我顺便教你们蟾蜍鸠集有没有啊？鸠集，你们知道鸠集好好玩哦，鸠集。鸠集的话叫 toad， 它是 T-O-A-D， 你们可以学一个新的字，哦，跟 toad 不一样哦。T-O-L-D 呢是告诉的过去式，但是如果是 T-O-A-D toad，啊，那个是鸠集，那鸠集呢就是呢名词蟾蜍，了解吗？啊，蟾蜍。譬如说你说 The toad is uglyThe toad is disgusting，啊，都可以这样讲。这个鸠集好丑哦。The toad is ugly。谈到这个 ugly 这个字呢 ，ugly 哈，汤炫老师呢要提醒各位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啊，只要呢是人类，不能用 ugly 啊。这是我在美国读研究所的时候，啊，我们有一次呢做一个作业。那个教授给我们形容词，啊，都是 adjective 是形容词了，哦，adjective、啊，adjective 是形容词。然后呢教授给我们呢这个形容词的字，要我们去找那个图片，哦，找 picture 来配合那个形容词了，哦。然后那一次的作业我错了一题，啊，就是这个 ugly 这个题目我错了，啊，我错了这样。然后呢这教授给我上了一课，我觉得很有意义，哦，我跟你们分享。因为呢我去找了一个，哦，老太婆的照片，就贴在 ugly 呢这个字的旁边，所以这一题呢教授就帮我打叉。我当时 还不晓得为什么 why， 为什么不可以呢 why not， 对不对？后来教授跟我解释，哦，他说 Tony Chan，啊，ugly 不能用在人，人没有 ugly 的，这样了解吗？他说我要去找一个动物才可以。好，谢谢我们的啊，辽宁的好朋友啊，我们的羽扇轻摇，谢谢你进来。好，谢谢这个，所以呢，我深深的感受到哈，哦，这个人没有 ugly 啊，这是一个哲学啊，一个 philosophy。啊，人没有 ugly， 后来他说，啊，找人来配 ugly 是错的，要找 monster，
monster 啊 ，monster 啊、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在美国读硕士的时候呢，哎呀，我觉得我学到很多东西了，啊、哦，学到很多种东西，所以把这个概念告诉你们啊、哦，人没有 ugly 的，这样了解吗 ？Understand？ 好、哦，好，来，我们再来听歌，稍待片刻一下哈、哦、，Let's take a short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来。来听什么歌呢？我来看看哈、哦，来听呢啊，《心中锁》好了，《心中锁》这一首歌，这一首歌你们有没有听过？应该是闽南语的吧，《心中锁》，心中的锁，锁，心中锁，我们的 locker 嘛，私屋哦锁，心中锁，来听这条比较。特别的歌，应该是闽南歌曲《心中锁》啊，《心中锁》。OK。来，谢谢田乔跟大家分享了一些生命的故事，不敢说是教了哈，不敢说是教，谢谢。目睭到天光，啊啊，种种的思恋，种种的情怀，感觉愈离愈远。心内的忧愁，心内的超凡，叫啥人来慰问？恐惊咱的情，像熊阿卵，千年的日子也无底。解脱悲痛，为何这么酸？这么长，世情演变，使人袂安心。今夜犹原目金到天光。啊啊，种种的思恋，种种的情怀，感觉愈离愈远。心内的忧愁，心内的超凡，叫啥人来慰问？恐惊咱的情，像熊阿卵，千年的日子也无底长，到位找解脱秘密。
哟，谢谢哇，这个是没有错哈，闽南语歌曲《我们心中锁》了，这首《心中锁》啊。来，我是通力圈老师，欢迎我们的小仙女进来。我们的树你好啊，我呢，这个明天呢，10月24号礼拜二，对不对？我明天会在彰化啊，因为神明拣选通力圈老师哈、啊，会在彰化。明天呢，整天要演歌仔戏啊。演给神明看呢 啊，然后呢，我们如果观众朋友，因为神明拣选通力圈老师嘛，哈，其实很特别啊，拣选了我，我上台我就会演了啊。你们如果明天呢啊，愿意看我的歌仔戏，也很特别啦。英语老师演歌仔戏，哎，这个还是海峡两岸蛮特别的一个事情呢 啊。然后呢，你们呢啊，要在 UP 看，因为 UP 是独家。明天 FB 就没有办法播啊，我们 FB 的观众啊，如果要看汤炫老师演歌仔戏，明天会有两个时段在 UP， 一个是下午3点啊，一个是晚上7点啊，我就预告一下，所以明天 FB 的话就没有办法连播，因为我们在外面啊。来，然后呢，礼拜三啊，我要到台南科大演讲。那这次台南科大呢，我今天也在准备我的演讲的东西。为什么？因为这次呢到大学去演讲哈，讲的题目是比较新的啊、哦，所以老师要特别准备啊、哦。一个讲什么呢？一个讲民主法治从我做起啊、哦。当中呢，我也把呢20号发生在台大呢泼洒硫酸凶杀案，造成1死3伤的悲剧，我也会在我的演讲里面来谈、哦、然后呢，很多人问我这件事情呢、哦、我觉得我们要从现在学习、哦、学习呢如何掌控我们的情绪，学习如何爱人，也学习如何被爱。真的爱不是去占有对方、哦、占有对方不是真的爱、哦，千万不要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要有呢这个他们讲一个什么哈，就是说这个两个人一起都死啊，这种观念啊，玉石俱焚啊，这个都是错误的观念。那也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住汤立炫老师常常在说的七字真言啊，遇到什么事情让你不开心，冷静。深呼吸，微笑、啊、英文叫 calm down， deep breathe， smile、啊、这个就是我这七字真言、啊、我常常勉励我自己，汤立炫老师有时候也是不开心的时候啦，我就告诉自己要 calm down， C-A-L-M D-O-W-N， calm down， 好，冷静。再来呢， deep breathe， deep breathe， D-E-E-P B-R-E-A-T-H、啊、深呼吸，那 smile smile、啊、微笑，就是冷静深呼吸微笑、啊、这个、啊、这是我第一个讲题。我第二个讲题呢、在礼拜三、啊、我们台南科技大学晚上7点到9点无毒家园不是梦，所以礼拜三老师直播会休一天啊，因为这在外面演讲。礼拜四呢，我在桃园啊，这个复健科诊所啊，桃园啊的这个大友路478号啊，那里有一个复健科诊所，请老师通力圈去讲人际关系命名观啊，如何有好人缘、好的人际关系啊。再来27号我要到基隆的话是1:50到2:50，我要到基隆的这个南农国中。有没有基隆的同学啊、哦、基隆的朋友啊、哦、10月27号汤炫老师会到基隆啊、哦、真的，虽然我在台中，我住台中对不对，不过基隆有演讲我也会过去了啊、哦、基隆的南农国中啊、哦、老师要讲生命教育了啊，跟国中生讲生命教育。然后呢，10月28号啊，我呢
在彰化园林、哦、又有歌仔戏，也是神明拣选，所以呢我这个礼拜的行程从礼拜二到礼拜六天天都排得满满的，好、哦、让你们知道一下、哦、我要到礼拜天、哦、29号我们节目呢才会正常播出了、哦、才会正常播出。好，然后呢把老师这个礼拜的行程跟你们报告之后呢，来我们继续再来唐林圈教英语、哦、有课本的同学你打开69页，好 page 69、I don't think she will tell me， 好，我不认为她会告诉我。 She prefers to keep quiet about it， 来 prefer to，比较喜欢什么叫 prefer to、哦、这是一个片语，比较喜爱什么叫 prefer to， P-R-E-F-E-R、prefer T-O-2 我们叫 prefer to， 可以吗？ prefer to， She prefers to keep quiet about it、哦、She prefers to， 她比较喜欢呢Keep quiet about it、哦、Keep quiet 是守口如瓶嘛，不爱讲话。关于这件事他呢比较呢不喜欢谈论的、哦、守口如瓶、哦、保持沉默这样子。 I don't think she will tell me、哦、我不认为说他会告诉我。 I don't think she will tell me， She prefers to keep quiet about itShe prefers to keep quiet about it、啊、她呢对这个事情呢比较喜欢呢保持沉默。好，那这里有个文法我们要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 prefer to， 我这 prefer 有加个 s， 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prefers to， prefer 本来是 P-R-E-F-E-R 对不对？ prefer， 我为什么加个 s 呢变 prefers to 呢？She prefers to keep quiet about it， 她比较喜欢呢保持沉默，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坏？谁可以告诉Tony Chen老师？为什么 prefer 本来是 P-R-E-F-E-R， 它这个后面呢 R 后面会加个 S 的，有没有人知道？好，欢迎王志宏进来，我不知道王志宏知不知道。She prefers to keep quiet about it、哦、老师解释给你们听、哦、我们的这个文法这么说，主持是第三人称单数，现在式的时候动词要加 s 或 es， 那因为呢我们这个主持是 she， S-H-E she， she 就是第三人称单数嘛，所以 she prefers to keep quiet about it，我 prefer 后面要加个 s， 这样了解吗？哦，就是主持第三人称单数，现在是动词要加 s 或 es， 所以 she prefers to keep quiet about it。哦，对这个事情呢，她呢这个比较呢喜爱呢这个保持沉默哈、哦。好，欢迎 Teddy 高，你到高雄嘛哈、哦？考试回来了 ，Welcome home 啊、哦。Welcome home， 欢迎你回来。你有课本吗 ，Teddy 哥？啊、哦，你常常来学英语的话，老师希望你能够索取这本课本啊、哦。有课本打开69页 ，page 69啊、哦。然后 Judy 说 ，In that case， we won't know what's going on。In that case， 啊、哦、，In that case， 好 ，In that case 呢，意思是说呢，这个在那个情况之下。In that case， case 是 C-A-S-E case， In that case， 在那个情况之下呢， We won't know、won't， won't 就是什么 will not 的缩写，我们将不会， will 的话是未来式嘛， W-I-L-L will， and not 是 N-O-T， will not 将不会，合在一起 will not 等于 won't， W-O-N 一撇 T，啊、won't， 就是说 ，in that case we won't know， 那个案例呢，那个情况之下，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what's going on，what's going on，
What's going on 呢？是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In that case, we want to know what's going on。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发生什么事了。In that case, we want to know what's going on。哦，你们呢？这个句子老师解释很多次，对不对？你们可以默念。啊，在那个情况之下 ，In that case， 我们将不会知道。We want to know 发生什么事了 ？What's going on？ In other case, we want to know what's going on。是不是就学起来了哈、哦？来，温迪说 ：“You are such a busy body。”哦 ，“You are such a busy body。”来，这个 busy body 呢，就是八卦了。哎，这个还蛮有趣的。“You are such a busy body。”啊 ，“busy body” 是八卦的意思。Busy 是 busy， body 是 body， 合在一起一个字叫 busy body， 啊 ，busy body。You are such a busy body， you are such a busy body， 可以吗 ？Such 是 such， you are such a busy body， 啊，说啊，你真是一个八卦的人呢、啊，就是这么讲。You are such a busy body， 你真是一个八卦的人 ，such 如此的。such 啊、哦、，such 啊，这个是一个新的组合字哈、哦，叫做 busy body 啊。我们看 busy body 这个字哈、哦、，busy 是 busy 嘛，光 busy 本身是忙的意思嘛，叫 busy busy 啊、哦、，busy busy body body OK， 所以 busy body。好事者或八卦人，无代志找代志，迄种人也是叫 busy body， 好、哦，真的有这个 busy body 这个字呢，还蛮有趣的哈、哦。各位是不是新学到 busy body？busy busy 啊 ，body body busy body busy body，you are such a busy body 啊，你真是一个八卦的人。You are such a busy body， 啊，你真是一个八卦的人。好，我们69页的 dialogue 呢？老师都介绍完了，来，我们再来啊听一次啊。Teddy 高刚进来，对不对 ？Unit 19， 19单元 Unit 19。Why don't you check it out? Why don't you check it out? 你为什么不来了解真相呢 ？Dialogue， 好，对话 Dialogue。Wendy and her sister are having a chat。Wendy 跟她的姐妹呢正在闲聊。Wendy and her sister are having a chat。谢谢中弟，谢谢你送的礼物，感谢你，谢谢中弟哦。来 ，Wendy 先说 ，The manager had resigned. He bade us farewell yesterday. 这个经理呢已经离职了，他昨天呢还跟我们道别呢。The manager had resigned. He bade us farewell yesterday. Judy 说 ，Why did he resign? 他为什么要离职呢 ？Why did he resign? Wendy 说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怎么讲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Judy 说什么 ？How come? 怎么会这样子？Why don't you check it out with his secretary? 你为什么不跟他的这个秘书问一下真相呢？查明一下真相呢 ？Why don't you check it out with his secretary? 好，温迪说 ，I don't think she will tell me. I don't think she will tell me. 我不认为他会告诉我。She prefers to keep quiet about it. 她比较喜欢呢，对这个事情保持沉默。She prefers to keep quiet about it. Judy 说 ，In that case, we want to know what's going on. 那种情况之下，我们就不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了。In that case, we want to know what's going on.Wendy 讲什么 ？You are such a busy body. You are such a busy body.
你真是一个八卦的人哦。哦，所以呢，你要跟你的朋友说，哦，这个 you are such a busybody 哦，你真是一个八卦的人哦，就可以这样子说了嘛，哈、哦、，you are such a busybody， you are such a busybody， 这样了解吗？好，现在收看的呢是 Tony Chan 教英语，每天晚上八点在我们 UP 独家直播哦。来 ，Tony Chan 老师来听这首《拿得起放不下》，会怎么样的情况？哦，谢谢天地哥，哇，谢谢你的礼物，感谢你。可是什么原因让我红了脸颊？世上有太多的事情难分真假，宁愿就像在梦中发生的一个童话。每天亮了以后我就会忘了他，痛苦心碎的滋味是老天的惩罚，现实中有太多无奈，太多的浮华，擦肩而过的缘分离合也变得潇洒，拿得起却放不下，自己像一个傻瓜，过去听别人的故事啊，看着像一个笑话，拿得起却放不下，自己对自己说傻话，那些道理其实我都懂啊，可我还是很想他。天地高喜欢这首歌啊，谢谢你，拿得起放不下，高进的歌啦，就是内地的歌哈、哦，内地好多很棒的歌手啊。夜天亮了以后我就会忘了他，痛苦心碎的滋味是老天的惩罚，现实中有太多无奈，太多的浮华，擦肩而过的缘分离合也变得潇洒，拿得起却放不下，自己像一个傻瓜，过去听别人的故事啊，看着像一个笑话，拿得起却放不下，自己对自己说傻话，那些道理其实我都懂啊，可我还是很想他。还是
很想他。哟，谢谢啊，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老师有讲过，明天呢，汤丽娟老师呢，要到彰化演歌仔戏。那为什么呢？要我演呢？因为呢，神明要我去演。啊，为什么神明要老师去演呢？因为人家有信徒哈，有许愿啊，许愿呢，美梦成真啊，又指定汤丽娟老师要演，所以呢，神明征召我，那我明天我要去演啊。那明天汤丽娟歌仔戏呢，在我们 UP 独家直播啊，会有两场，下午3点一场，晚上7点一场啊。那老师也跟各位说，如果你们有什么要许愿，对不对？因为神明呢很爱看汤丽娟老师演歌仔戏啊，但是我本身如果不是特定的情况，我是不会演的，这样你们了解吗？啊，所以。如果你们到庙里面要去求什么事情啊，你们可以跟神明说，如果呢神明让你美梦成真，对不对？你就会请汤丽娟老师来演歌仔戏给神明看，这样了解吗？你要讲 Tony Chan， 因为神明都知道 Tony Chan 啊，神明喜欢看汤丽娟老师演歌仔戏，对不对？哇，他就会帮你美梦成真，这样你们了解吗？我把这个秘诀告诉你。那汤丽娟老师歌仔戏呢，一团哦，不是我一个人一团哦，老师也把价格包给你。我们一团还要包括搭舞台，就是台币4万元，这样了解吗？台币4万元哦，那你就去看哦，你跟神明祈求嘛，哦，求这个许愿，你那个愿望，你觉得你神明帮你达成的，你愿意花4万元。请汤丽娟歌仔戏来演给神明看，哦，那你就跟神明求啊，那你求了你要做得到，哦，你做不到那也不好。八卦者的英文叫 busy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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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合在一起 busybody， busybody， 哈，好，我要把这个秘诀告诉你了哈。因为神明也喜欢看汤丽娟老师演歌仔戏嘛，哈。那如果呢，你有许愿啊，那我是非演不可啊，因为神明帮你的愿望达成了，你跟老师说，那老师是非演不可了啊，因为你已经许下愿望了啊。我们说跟神明许愿呢，我们一定要履行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好，然后呢，我们最后呢。这个啊，把今天呢我们学的再跟各位做总复习啊，欢迎可小薇啊，谢谢你的叮咛。Unit 单元 ，Why 为什么 ？Check it out， 了解真相。Dialogue 对话。Chat。闲聊 ，manager 经理 ，resign 离职 ，farewell 告别 ，Why did he resign？ 他为什么会离职呢 ？How come？ 怎么会这样子呢 ？Secretary。秘书 I don't think she will tell me 我不认为她会告诉我 Prefer to 比较喜欢 Keep quiet about it 对那件事情保持沉默 In that case 在那种情况下We won't know. 我们将不知道。What's going on? 真相是什么 ？Such, 如此的。Busybody, 八卦的人啊，或者是好事者。
无代志切代志，就是哔哩吧哩。好，好，谢谢谢谢，一个小时桃林圈教英语啊，又接近尾声了。谢谢你们收看呢，今天桃林圈教英语这个节目哈，我是桃林圈老师。还没有加入老师 LINE 的朋友，你们可以加入哈 LINE 好友，老师的 ID 8253TC 8253TC， 请大家告诉大家哈。那明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只有在呢 UP 独家直播，就是汤炫老师呢接受神明的这个号召了哦，号召。因为人家指定要唐林圈去演了啊，号召我明天呢会在彰化演歌仔戏，歌仔戏我们叫做 Taiwanese Opera， Taiwanese Opera 啊。如果你本身喜欢看歌仔戏，我们 UP 独家直播，下午3点一场啊，晚上7点啊还有一场，7点那一场呢，我们。